将在3月29号发行第3张专辑《初爱的歌王》杨宗纬，难得有机会在台北闹区西门町闲晃，原来全都是为了新专辑首播主打歌，其实都没有 MV 的拍摄工作。其实这张专辑呢，还是想要拉近就是我跟这个城市的关系，所以导演多多呢就特别选了一个，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可是大家也有可能会常常忽略的一个场景，就是西门町。说实在，我也好久没来西门町了。就是要更贴近城市，杨宗纬在西门町反复走了20遍，比他出生到现在逛西门町的次数还要多呢。看出来，为了这首其实都没有 MV， 可说是用心良苦，甚至还亲自填词。就是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它是比较情绪上面是比较灰色，然后看法上面是比较偏激的一首歌，对。可是它却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曲调跟很简单的词来表达出它的意境。其实都没有这首歌，就是希望以简化繁就对了，就等于说用简单来唱出繁复的心情，将内心灰色面表达出来的杨宗纬，掏空自己就是要让大家看见他对音乐的用心，也希望以城市为主题的其实都没有能带出人与人生活中彼此的温暖感。